现在胡孙队选题，让霸天队答题。没有什么答不出的，选音律，音律，音律啊，音律，我觉得应该是音律，音律。我告诉你，我还是音乐课代表。哇哇！以下哪首歌的歌词描述的是我啊？戚继光。大家听好啊，这是个听力题。岳飞，这岳飞 A 不是，这岳飞三千功名尘与土。是我的刀光击中倭寇来猖狂。倭寇，倭寇唱的倭寇吗？嗯，我们先听一下吧。倭寇坐在军营，我礼貌的开枪，冰封马儿手放在链子来移动。以柔克刚了都，以柔克刚，叶问吗？霍元甲，霍元甲 ，B 和 C 之间选 ，C 是以柔克刚，怎么可能 B 了？那就以硬碰硬，就是 B， 我听到倭寇了。答案是 B， 正确答案是 B， 耶 ，Yes，Yes，Yes， come on。追平了，追平了。好，现在由霸天队让胡孙队答题。影视，好，影视，我们选影视题。影视。刘烨得知自己要扮演戚继光后，为了展现戚将军的英姿，在录像前想要跟曾经饰演过戚继光的演员探讨一番，他应该去跟谁聊一聊？A， 甄子丹。B， 吴越 ，C， 赵文卓 ，D， 李连杰 ，D， 吴越。为什么？你管我？选定了吗 ？A、B 演过吗？三、二、一，我感觉他很像。最后决定。来，吴越，吴越，正确答案是。C 赵文卓，在电影《荡寇风云》里，戚继光由演员赵文卓扮演。借我们一个护盾炮。不是我们这边题目都那么难？对啊，你这太难了。刚开始的过程真的还有点轻忽了，所以就好像感觉到第一集的最后尾巴那个剪绳子的那个噩梦即将又要开始，怎么我又开始一直错了，你知道吗？就觉得有点紧张。准备好可以了吗？对，好。准备好了吗？好，砰砰砰砰砰啊！砰砰砰砰砰啊！砰砰砰砰砰砰砰！